那么接着呢，我要谈的呢是第二部分。那么这个所谓的第二部分呢，就是从63页到66页的部分。那么这个部分要谈的是第二个环节跟第三个环节。为什么吴石去用一份投影片？那第二个环节跟第三个环节却什么合用一份投影片？一个很主要的就是因为我们在前面其实已经讲了很多普遍性的，我觉得我已经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哈。那 Harvey 实际上是在前面在一开始讲到康德的这个美的时候，他就一直讲到普遍这件事情，因为他一个主要原因当然就是跟前面的 Hume 刚好可以做一个比较了哈，所以事实上就已经谈过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关普遍性的部分他也就简单的带过。那么事实上你会看到他写的跟前面的提到的部分，就一开始的时候他提到的部分非常类似哈。所以这部分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说，但是第三个环节呢，又有一个新的概念出来，就合目的性。那么这个部分呢，它的篇幅就比较多啊，就有比较多要谈的东西啊。所以我就因为第二个环节很短啊，所以我就把它跟第三个环节放在一起一起来谈啊，一起来谈。好，那我们还是要讲一下这个美的普遍啊。那美的普遍的基本论点，事实上前面都已经谈到过了，甚至我们今天上课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在讲那个可以又普遍又主观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个这样的一种普遍性啊，他要讲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属于我某个啊这个特有的。这个特有的这个字眼啊，在我们的书里面的倒数第六行，你可以看到它用一个 specific 这个字啊。那么这个字哈，通常你会把它翻成特殊的，可是特殊的是 special， 对不对？special 是这个字，但他们的确哈都出自于拉丁文里面的 spaces 啊这个字。那么相对 specific 的另外一个是 generic 啊 ，generic。那么 generic 在一般你所理解到的大概是 general 就一般的这个字，那它是来自于拉丁文的 genus 这个字啊。那么这两个字其实就是界门纲目科属种的属跟种啊。那在哲学上我们不需要讲那么多哈，就是讲一个比较广泛的跟一个比较个别的特殊的。我们会用到的就是 spaces 跟 genus 这两个字眼啊。那么在过去啊，那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里面，就是把这个 spaces 翻成种，而把 genus 翻成类啊。可是现在种跟类好像没有差很多哈。那我只能说 genus 是比较大的集合啊，因为它是界门纲目科属种的属啊。那这个 spaces 是比较小的集合。比如说动物，这是 genus。那么人是 species， 所以人是一种动物啊，人是一种动物啊。那么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呢？就看这个哲学家啊，他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的动物里面所具有的特质是什么？那亚里士多德在讲定义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讲的。他说定义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现在要定义人，那么定义就是 species， 然后呢？提出它的 genus， 再加上一个 differentia， 那么这个 differentia 呢，我们把它翻译成叫种差啊，那这个就是种，对不对？那这是类，然后这是种差啊，这个是下定义的方法啊，是亚里士多德在他那个工具里面哈讲到那个下定义，就是人这是种，对不对？那你要想人是什么，要这样下定义的时候，先找出人所属的那个类，就是一种动物，对不对？然后呢，要讲出人在这个所属的这个类里面，作为人，它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的那个，就叫做种差，就是 differentia， 就是差不多等于英文的 difference， 就是差异，就是人跟其他动物有什么不同，对不对？亚里士多德人认为人跟其他动物的不同就是人有理性，其他动物没有，所以他就定义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个是这个 spaces 跟这个genus 的这两个字这个的一个由来。所以在我们谈到 specific 的时候，其实要谈的是什么？这个特有的属于个别的所基本的有的那个叫 specific， 而 genetic 是什么？是普遍的，
大家都共同有的的那个部分，因为它是属于那个比较大范围的类啊，比较大范围的类啊，这样的一个字眼哈、啊。那么他在这里面他要讲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讲审美的判断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讲一个什么，是我所特有的 something specific 啊，to me 啊，就对我而言我特别有的。因为那个东西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属于个人 的部分，而不是一种普遍 的部分。那么既然康德所在乎的，在我们的那个我们提到他有一个这个什么，既是主观的又是普遍的，对不对？ 的情况下，我们当然要讲的就是什么，作为一个主体所共同的具有 的部分，那么它应该就是什么 genetic 而不是 specific的部分，这是他在这里面哈、这个所要说的啊。那这个道理在前面我们已经看过哈、所以其实并不难理解。OK， 那么所以呢，他在这里提到，他说，所以我觉得美的是每一个人也都应该觉得美。OK， 他用了这个应该，这个应该呢，你可以在这个书的脉络里面看到，他有时候用 should， 有时候用 ought to 啊，那。中文无所谓，反正我们这两个字都翻成应该啊。可是呢，这个应该呢，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应该，因为道德上的应该说你应该要诚实，对不对？那是一个什么？他说，那是一个命令，一个道德的命令，而道德的命令是一个定言令式，定言令式是什么？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不道德，你就错了啊。可是这个审美的这个应该并不是这样。那我们书里面他说如果你把那个应该理解为是道德上的应该，就会变成 Gestapo version of Kant's critical judgment， 就变成康德判断力批判的这个盖世太保的版本啊。那盖世太保是什么？就纳粹，对不对？纳粹的那个警察就是盖世太保，对。那盖世太保就是什么？就是你一定要觉得这美啊，你一定要觉得那是丑，对，那个他那个纳粹哈、就是监控人哈、包括人的品味，他也要那个控制啊，他说就会变成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并不是，对，所以这里的应该不是道德的应该在啊，并没有这个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而且我们也理解到，所以这个普遍性跟必然性，并不是在现实上一定彻底的普遍跟彻底的必然。我们刚刚举过，一棵古松，对不对？只有某些抱着审美眼光看的人说，哦，这个古松很美。可是一个木材商人，一个利欲熏心啊，这个心里想着就是赚钱的人，他看那个古松，他不会在乎掉那个美的，对不对？他在问的只是他价值多少钱。那或者一个书呆子，对不对？一个植物学的书呆子，对，看到他就是想到这是属于哪一种植物，他这个时候他也不会真的去看到他的这个美。所以这个应该事实上只是说，如果你用审美的态度，那么你事实上是你能够的啊，你其实是能够看到它的美的。但是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可能不是这样，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都要赚钱，每个人都要谋生，对不对？那么或者有些人他已经什么，在这个学术的象牙塔待太久了，对不对？他已经什么，就是已经也看不到这个美了啊。这当然是人生中很可惜的一件事啊。因为我自己会想到说，康德在他的这个这些所有的这些批判里面讲到，我们有这么多能力，那你有这么多能力啊，你怎么能够不好好的利用呢？因为我们现代人啊，这资本主义的时代的人啊，其实他经常考虑到的一个就是欲望的目的啊，因为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有关于它能不能达到某种的功效，达到某种的效果。那么它很少是什么用一个审美的方式来看待，或者是什么，就是纯粹不会没有任何目的的一种知识的态度啊。这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古代的人哈、他们能够享受人生一个很大的部分啊。因为当人生没有那么多的目的的时候啊，生命会觉得非常就这个得到另外的一些别的东西啊，别的东西。那么现在哈、在这里哈、就是他用的这个 should 或者 ought to， 就是这样的一个应该，我们理解到这不是一个道德上的应该，对，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应该。所以这种应该哈、没有什么任何的拘束力在啊。那么这里他
他虽然说他没有道德上的应该，可是呢，他却认为这样的一种应该是可以产生一种道德的效果的，而且这个是当代哈、我说二十世纪哈、就是重新回去研究康德，他们很重视的，就是康德的这个美学啊，其实可以带来某些道德上的效果。这个道德上的效果，我们从前面讲到的这个主体性跟普遍性，就可以理解到，因为人跟人之间的那种同感啊、共通感、感同身受啊，这些东西哈、啊，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理解里面，才能够什么被我们所看到啊，才能够被我们所看到。那么相反的，如果我们任何的人的共同性都什么透过一个 object， 然后在 subject 跟 subject 之间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话，那我们都会变成是冷血的人啊，大家都什么？大家都只有什么？就是一个主客的一个关系，而没有一个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一个相连性在啊。那么所以哈、啊，他在这里面他提到说，这里面有一个道德的效果在。那么这个道德的效果呢，其实就是一种 togetherness 啊，一个一起性 of human being， 人类的一起性。因为我们都会看到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一个美的东西，我们都会有相同的感觉啊，即便我跟你之间哈、啊，可能什么，可能是不同的时空，对不对？我在读一首唐诗的时候，我可以想象古人在读那个唐诗，现在我也在读唐诗，其实那个古人跟我啊，也许在这里面有一个心心相印在，那么这个会加强了人跟人之间的那个 togetherness 啊，加强人跟人之间的 togetherness， 就是那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一个感受在啊，这个是他所谓的一种道德的效果啊，道德的效果。那么人一旦会重视到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共同性的时候，他才会什么注意到别人，对，注意到别人的感受，注意到那些跟你啊，就看起来好像跟你是不相干的人，可是因为他是人，所以我就会知道什么他在受苦，我会感到同情。或者说我知道他所要追求的是什么，那我会觉得我应该要支持他所追求的。那么这个时候人跟人之间就不再是什么没有关系了，那所有的东西都会变成这样。我看到有一个人哈、啊，这个在受苦，他的事不关我的事，哎，我管我自己就好。当人跟人之间哈、啊、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共同的感觉的时候，你就觉得别人的事也不全然是别人的事了，因为我会有一个感同身受在。这个实际上是美学的教育里面啊，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说，你要培养这个社会啊，变成是一个什么有道德的社会，你也许不是什么给这个社会更多的伦理学，相反的，也许要给他更多的美学，因为透过这个美学哈、啊，人才会什么，才会有感受，才会有一个感同身受在。而不是什么叫人家说你要同情别人啊，你要帮助别人啊，助人为快乐之本。通常听完之后，然后说啊，那是别人的事，对不对？或者我被迫啊，好了，我忍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迫不得已啊，去帮助别人啊，因为什么服务客需要啊，就我只好这样做，对不对？这个事实上达不到真正的一个道德的。那要搞到道德哈、啊，其实是要变成一种内化成为一种感情啊，而且这种感情是什么，建立在对人的一种真正的理解、同情，以及想到这些人哈、啊，他们并不是什么非我族类，因为当你把它化成说他跟我是不同族的，我们是相异的，那么这个时候你不会什么，你不会想要帮助他，只有在你理解他。你知道他也是个人，所以他应该也会怎样，也会怎样的时候，你才会有这样的一种共同感啊。那么这个共同感呢，他在这里面他用一个非常，我就非常口语的方式，在64页这里表述出来。他说 ，Look here， 他说，当我们在看一个东西，在审美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别人也应该觉得它是美的。那个普遍性跟必然性，他说是在这个地方说 ，Look here， I can do it。You ought to be able to do it. OK， 他用的是什么 ？You ought to， 对，你应该也可以做到它，对。And it is a good thing for you to do this, to take pleasure as I do, because the faculty you too will be deploying is as mine is what makes us human. 因为这正是我们之所以为人，你是人，我也是人，所以我们都会有这种东西，所以我们就会什么更想要跟别人共同分享。
或者当你在受苦的时候，我也希望能够分摊你的苦啊，诸如此类。那么这个 universal judgment is a call 啊，所以他说这个普遍判断的这种宣称，事实上是一个召唤。这个召唤就是什么呢 ？To share universally， 让所有的东西都什么可以分享，让大家相互与共啊。For all to deploy what I deploy because it is a good。It is a good to do this， 因为这是一个善，这样做是一个善。那么这个其实是什么？就是这件善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在美的那种共通感里面啊，这个引申出来的。那在六四页这里，他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爱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当我在产生这个爱某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 ，I am in love 啊，那我在爱河里面的时候，那么他说 ，See how wonderful it is， 它是多么的美妙。然后呢，我会什么跟我的这个麻吉啊，跟我的这个知己们这个分享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些哈、啊，这都不是什么，都不是一个道德义务或者什么，而是自由的按照着自己的意思的去跟别人共同分享的东西。那么这个事实上会到造成一个什么道德的后果，但是这个从来不在道德的考虑里的，它其实不在道德的考虑里面，但是它会造成一个道德后果。这个是他说的，他说这里面没有任何道德的应该，没有任何道德的要求，没有像那个康德第二批判里面那个定言律师说你必须这样做啊，那样的一个强大的拘束力在，但是呢它最终会产生一种道德的效果在。会产生一种道德的效果在。那这个呢，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这个在康德的同时代的那个文学家啊，叫希勒啊。那么希勒呢，这个写了这个一首诗叫《欢乐颂》。那么《欢乐颂》现在是这个欧盟哈、啊、他们的盟歌啊，就是全欧洲人的共同的这个歌曲啊，共同的歌曲。希勒这个诗人受到康德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啊、他这个什么几乎把康德说的这个著作、啊、都这个什么读得非常的熟、啊、读得非常的熟。那但是他是个诗人、啊、他写了这个Art on the Freud、啊、就是我们就翻成欢乐颂、啊、后来就写在这个贝多芬的第九号合唱、啊、这个交响曲的第四乐章里面。然后这首歌的歌词其实非常曲子非常非常简单。那我要让大家看的事实上是什么，这个欢乐颂跟康德、啊、以及整个启蒙运动的一个关系、啊、就是为什么欧洲人会把它那个、啊、这个欢乐颂在那个唱的时候，咪咪发嗦嗦发咪瑞、啊、这个曲子实际上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曲子、啊、但是在那里面它其实表现的就是什么人的一个共同性、啊、所以、啊、你会看到它翻译成什么四海之内皆成兄弟、啊、就是Alle Menschen werden Brüder, wo dein Sonne geweiht。就是他翻成说，在你光辉照耀下面，四海之内皆成兄弟。每一个人其实就是像兄弟一般，是兄弟一样的，像那么的什么共同的相连的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哈、啊。这个他的那个整个诗的这个后面啊，你可以看到了，他要讲的就是什么人与人的一个共同，大家都在这个天空底下、啊、所以后面、啊、他提到说什么亿万人民团结起来，大家他翻译得好八股哈，亿万人民团结起来，大家相亲又相爱、啊、朋友们在那天空下、啊、仁爱的上帝看顾我们、啊、这个亿万人民团结起来相亲又相爱什么的啊，灿烂光芒照大地。但是事实上、啊、那个诗里面其实表现的就是在康德这个判断力批判里面，你所感受到那个人跟人之间，原来哈，就是我们每一个都是个体，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这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我们事实上是像兄弟一般的共同的，在天空之下，在上帝的看护之下，这样的一种共同性啊。这个事实上就是希勒啊，他受到康德影响所写的这样的一个诗。所以欧洲人事实上也就在这样的一种普遍的一个主观性里面。因为我们刚刚说的，如果普遍性只能建立在客体性的话，那么这是一个能学的世界，科学的世界。只有到它其实这个普遍性是建立在就是 subject 跟 subject， 所有的 subject 都有这样的东西，那里面啊才有一个人跟人之间的一个直接的
连结在啊，这是这个希勒这个诗里面我们所看到，也是他在这里面最后所提到的那个产生的一个道德的所谓的道德的效果。在谈有关于这个美的这个环节的时候啊，这个第二个环节，那在那里特别提到这个康德是普鲁士人，然后我就在书里面找哈，就是有关于谈到他普鲁士的部分，是在64页哈。那么在讲到我们上次提到了这个所谓的盖世太保的，就是纳粹啊，纳粹的警察啊，那他有一个名称啊。那么在那里哈，他提到哈，就是作为这种普遍的环节啊，那他认为说，康德哈作为一个这个普鲁士人哈，他的确相信啊，我们这个普遍的会这个感到愉悦，而这个感到愉悦啊是有一个这个义务在的哈。虽然哈我们在那时候提到说这个应该哈不算是一种义务啊，但是呢他在这里面他说事实上啊，他事实上就像是一种义务一样，那就像是一种义务一样。那么这个就像是啊，等一下在谈到第三个环节的时候我们会讲到，就是他毕竟不是义务，但是他像是一种义务。那么也因为它是一种义务啊，所以在第四个环节的时候，我们会提到就是它必然的啊，会这个感到愉悦啊。那么这个他说这个，因为它会让人更加的这个具有道德啊。他说这个事实上是并不是非本质的意思，也就是说它事实上是这个批判里面一个本质的东西。那么这个哈，到了这个第四个环节哈，我们会再提到。那么他在这里面哈，特别强调说康德是普鲁士人哈，那主要的就是因为德国哈，就是我们所谓的德国人，其实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民族，那么普鲁士是其中一个民族哈。那么这个普鲁士的这个民族哈，都特别重视道德啊，所以你可以在康德的哲学或 Fichte 的哲学，因为他们都是普鲁士人。那么特别的看到他们特别的重视这个道德的要求。那么相对的那个德国观念论里面的 Schelling 跟 Hegel， 那么他们并不是普鲁士人啊，那么他们在整个哲学里面啊，这个道德虽然也是重要的一环，可是呢不是最重要的一环啊。这个是他之所以强调他是这个普鲁士人的一个原因，我们在后面哈还会提到，就是第四个环节的时候还会再提到这一点。好，那么接着我们今天继续要谈的就是关于这个美的和目的啊，美的和目的。那么在美的第三个定义里面，他说美是一种无目的的和目的性啊，无目的的和目的性。那么这个目的跟目的性哈，在德文里面啊是相同，是同个字根的字啊，所以呢是这个 Zweckmäßigkeit ohne Zweck 啊。那你可以看到 Zweckmäßigkeit 这个字眼哈，事实上就是 Zweck 就在这里，对，这个字就是目的或者目标啊。那么 message 是合乎的，合乎目标的。啊，合乎目标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形容词字尾，再加个 kite 又变成一个名词，所以就变成了合于目的的性质啊，合于目的的性质。每一句有一种合于目的的性质，可是本身呢却没有目的可言啊，没有目的可言。那么在英文里面哈，就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通常英文把这个目的哈翻成这个 end。可是呢，和目的性哈 ，end 没有任何字可以造出像是 Zweckmäßigkeit 这个字，所以就会用 purposiveness 啊，那这样的话就会差很多。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用这个 purpose， 但是你会在很多的这个文章的脉络里面，在英文的文章的脉络里面看到它用的是 end 啊，然后用的是 purposiveness， 那这两个字眼看起来就没有太多的相干性了啊，看起来会比较没有相干性。那么这个无目的的和目的性啊，是其实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啊，就是在第一环节里面我们提到这个美是没有这个失去的，那么所以它是没有一个目标，一个主旨，就是想要为了想要干嘛，所以啊才这个不管是这个审美或者是创作或什么，它并没有一个目的在。那么目的呢是一种内容
目的本身是一种内容，就是它是什么目的，是可以把它讲出来的，它是有内涵的。所以我说你到底怀着什么样的动机，怀着什么样的轨迹啊，怀着什么样的目的啊，那它有一个内容在。那美呢并没有这个内容，可是呢康德说美里面呢有一种合目的性在。那这个合目的性呢表示什么？它是没有内容的，换句话说它只剩下一个什么？只剩下一个形式而已，啊，只剩下一个形式而已，它没有那个目的在这个当中。可是虽然它没有目的，却有一个合目的性在，啊，却有一个合目的性在。那合目的性哈，只是一个像是有目的，可是你找不到目的在哪里，啊，你找不到目的在哪里，因为你不能说出那个目的是什么来，说不出那个 content， 可是你会觉得它。很和某种好像如果有一个上帝的目的，它很和那种目的啊，就像那样子一样啊，就像那样子一样。可是对于科学家讲，哪有什么上帝？因而这个世界哪有什么目的可言，对不对？这个世界就是什么，就是偶然的啊什么的。可是你会在这个世界里面看到，它仿佛像是一个故事，它仿佛像是一个。什么样的前进，当你那样子的在看的时候，你就把一个合目的性放到了这个世界的内容里面去了，就把它放到那里面去了，像是它是似乎是这样一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这个我们书里面提到，就是康德的美学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美学，形式主义的美学。那么这个形式主义呢，这个形式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跟内容相对的这个形式。那么也就是说，一个美的东西，一个美的东西，它让我们感受到美，并不是比如说一幅绘画，并不是这个绘画所画出来的内容，而是这个绘画所产生的一个形式，所产生的一个形式。那么绘画如果是如此的话，这个其他的这个造型艺术，像建筑或者雕刻啊，或者是像音乐啊，这个等等其他的这个艺术的领域也都是这样。那么我们书里面在这里面提到，他说其实音乐是最能够去讲这个东西的，相对的造型艺术比较难讲。为什么呢？因为通常造型艺术啊，除非是很当代的这个抽象艺术，对。抽象艺术有时候它就是一种什么？一种拼贴，对不对？就是一种各种不同的色块啊，或者是一种不同的这个几何的图形啊，这个放在那里，可是它形成了一种和谐的感觉。那你并不需要去什么问说这个东西代表什么，那个东西代表什么？因为当你去问它代表什么的时候，你就在问它的内容。你就在问它的内容，可是你不用去问它的内容，它没有，它也许并没有代表什么。可是这些颜色放在一起，或者这些形象摆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感觉，那个就是一种美感啊，那就是一种美感。这个是形式主义的特色。那为什么它摆在音乐里面特别合适呢？这音乐，因为音乐哈，它的那个音符在走，它这个这些音符并不需要说。这个音符代表什么，然后那个音符代表什么，所以从这个音符到那个音符就是表示从什么东西跑到什么东西，并不是这样，对不对？它事实上是什么？是所有的这些音符的组合而形成了一种美感，而形成了一种和谐的感觉。那么这个就是非常形式主义的。但很有趣的一点呢，就是在我们的人类的这个艺术史的一个发展的过程里面啊，你可以这样说，就是说越早期的音乐啊，它事实上是越这个形式性的啊，是越形式性的，所以音乐的形式就变成很重要，对不对？所以那个学音乐的，尤其学作曲的人，他要需要学什么？曲式学，对不对？曲式学实际上就是什么？一个音乐的形式。那么了解这个形式，你就可以什么形成一种。和谐的感觉，这个特别是在古典乐派啊，古典乐派几乎把这个古典乐曲的那个形式啊给确立下来了。可是音乐的发展啊，事实上是什么？从形式主义走向越来越不形式主义啊，走向这个越来越重视这个内容。这个特别是在从古典乐派发展到浪漫乐派啊，
那么有更这样的一个明显的趋向，开始出现所谓的交响诗啊，那么或者是这个出现的，它就是用来很明确的要演奏一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东西，像Wagner 的这个音乐啊，他的那个歌剧啊，更加是这样。那么这个是音乐的发展是这样。那可是这个绘画哈，刚好反过来，绘画本来画的就是有内容的，对不对？但是越当代的绘画，我们看到的事实上是什么？走向抽象，对不对？走向抽象啊。那么这种走向抽象，实际上是就是它纯粹只是什么，产生了一种审美的趣味啊。你并不需要去说它要这个代表什么。你像 Andy Warhol 哈，他用那种大量的这个复制的啊那样的一种情况，它本身事实上造成的就是某种这个趣味啊，造成了某种趣味啊，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情况啊。但所以哈，康德的美学在艺术的某些领域里面啊，就是这种形式主义的说法，在艺术的某些领域里面啊，是可以说的啊。可是呢，似乎尤其是某些比较重视它的内容的这个艺术啊，就会出现这个难以这个说明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有关于这种形式主义的部分啊，就会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意见，赞成的或者是反对的意见啊。那么我们要问的就是为什么这个康德的美学是所谓的这种形式主义的美学呢？那么如果照书里面来说的话，你可以在这个65页的第三行看到他的一个看法，就是康德认为，第一个，美是没有概念的啊，美是没有概念的。然后第二个，美是没有这个失去的。那么有概念啊，我们就会问这个概念代表什么，对不对？当你比如说，当你听不懂一首乐曲，或者当你看不懂一幅画的时候，你就开始问这个画这个东西是代表什么，那个是代表什么，对不对？那就有概念在里面了哈。但是美是没有概念的。那么第二个，美是没有失去的，没有失去，所以它也什么没有一个目的在啊，没有目的在。那我们在之前讲过啊，善啊，这个善有概念，知识有概念，然后善有失去，这个所谓的这个大义，对不对？这个 Angenehm 啊，这个就是那种让人舒适的感觉，它本身也有一个失去在，但是美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它不会有这个内容啊，它不会有这个内容。那么如果你坚持康德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对你来讲就会是这样，就是说在一首诗里面啊，那个或者是在一个文学里面，或者在一幅画里面，它所要表达的那个内容，那个不是产生美的地方。产生美的地方其实是那个形式的那样的一个面向啊，形式的那样的一个面向。这个是康德的一个就是从他的这个第三个环节里面啊所产生的一个特点。因为是这个形式造成了我们在上个礼拜所提到的这个所谓的那个play of sensuous element， 就是我们内心里面啊，我们的一些官能之间的一种游戏。这种游戏其实是什么？是因为形式的面向才产生这个游戏。因为如果内容会让你产生什么理解，你想要知道这是什么啊，然后它为什么这样啊？这里面都牵涉到什么？牵涉到概念，并且牵涉到目的在。可是让你产生美感的，并不是这个是什么啊这样的一个内容，而是它那里面啊所形成的那个形式性的面向啊，形式性的面向。那么这个真是它这个形式主义啊的其中的一个特点啊，其中的一个特点。那么你可以在书里面的这个65页的第四行提到说，康德的这样的一种美学哈，他把它称之为是 as if 的美学啊 ，aesthetics of as if。我把它翻成叫煞有介事的美学，因为 SF 就是什么？就是好像，对不对？是好像。那么当你说煞有介事，那谁煞有介事呢？就是主体，因为实际上并无其事，对不对？可是呢，是主体呢，把它看作像是那样啊，所以就是主体煞有介事的来看待它啊，看待它。那么这个就到康德的这个第三批判后面啊，就是判断力批判那个后面这个有关于目的论的判断啊，目的论的判断力那里谈到的，事实上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对大自然，大自然如果按照科学的观点，大自然就是一个偶然性的一个世界，对不对？可是人呢，他事实上会用一种眼光，这个眼光就很像是一种审美的眼光，他会觉得整个大自然会什么，会就好像我们有说生命会寻找出路，大自然好像会向着某一个我们称之为，也许你就用科学的说法称之为叫演化啊，或者是进步啊，或者什么的观点去看待它。可是对大自然来讲，它没有啊，对不对？它没有目的啊，这个大自然啊，或者地球，它不会说我会有一个目的，我的目的就是什么？要让我变得更适合人生活，让我变得更漂亮，让我变得更什么啊？自然本身没有这样的东西在。是人会用一种审美的眼光啊去看待它，看待的它仿佛像是在这样的一个进展着。那么也因为人是这样的哈，所以人就显示出的是有某种目的。但是现在摆在一个这个艺术作品里面啊，摆在一个艺术作品里面，这个人在审美它的时候，或者你不要说艺术作品，即便是这个自然，那你看到自然美，就是因为它仿佛哈很和某种应该是的样子，而让人产生的一种这个美感啊，产生这样的一种美感。所以你可以理解到艺术啊其实是假的，对不对？当我们说艺术其实就是没有真的这个东西。当你在看一个艺术的比如说画了一匹马，并没有真的有这匹马啊，这个是我们在之前啊美学，在希腊美学的时候柏拉图主要说的，他说一个被画的马并不是真的一匹马，对不对？同样的，一出戏剧啊，有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对不对？这个惊恐的戏剧啊，他并没有真的杀他，对不对？但是我们看的时候，我们看仿佛他像是真的有杀他那样，所以你才会什么紧张，你才会觉得刺激，你才会觉得什么，对不对？那么所以在很多的艺术，包括比如说小说，我们称它叫 fiction 啊，其实就是虚构，对不对？所以戏剧是假的，小说是假的啊，这个绘画是假的，他们都只是什么？就是用柏拉图的话说，他们都只是模仿啊，都只是模仿，所以都是假的，对不对？那么是假的，可是呢，我们把它当作像是真的一样，这就叫做煞有介事。那么这就是仿佛或者是好像。所以你会看到在这样的一种仿佛或好像里面啊，那么他就用 as if 来表达，或者有时候他又你会看到他用很多的 seem 啊，这个好像是啊，这样的一个字眼来表达。那么这个都是什么所谓的这个形式主义的一个面向，因为他并没有真的有那样的一个内容，可是呢，就像是有那样的一个内容的情况下面啊。那么在像是有一个目的，可是实际上没有目的，但是呢像是有目的，所以你才会觉得什么很合你的意思，因而产生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快感啊，产生了这个愉悦啊，产生了 pleasure。 这个是这个第三个环节里面啊，他所要说的啊，这个是这个第三个环节的一个特色啊。那么一样的，我们再回到一个比喻来，就是游戏，对不对？小孩子在玩游戏的时候，游戏是没有任何目的的，对不对？小孩子没有说我们玩这个游戏啊是为了要达到什么教育的价值啊，或者为了要达到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如果你这样玩游戏，这个游戏也未免太沉重了吧，对不对啊？游戏没有任何目的，可是呢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你感到一个愉悦感，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具有合目的性的啊，因为它是具有合目的性的。那么如果理解这一点的话啊，那么事实上哈，这个它里面的一些说法，我想就可以理解哈。在65页，专注的也不在一个目的，也不在概念，对你都不在这些东西上面，这个就是所谓的美的无概念，美的无目的性啊。他说不是这些东西啊，那 if not concepts ends all the life。那么他说 ，The answer is we are a soul in the play of sensuous particulars organized in our own imagination towards some end。就是我们的想象力啊，我们的自己的这个在我们这个想象力，这个想象力似乎是朝向某种目的，可是说不出是什么样的这个目的啊。里面哈、啊，这个有一个这些感性的特殊者的一个。这个感性的一些感性的特殊者，他们呢在产生了某种的游戏在那里，
这个是让你感到愉悦的的一个原因啊，是让你感到愉悦的原因。所以这个愉悦因此就不来自于什么，不来自于说因为我达到目的我满足了所以我愉悦，并不是这样，因为并没有真的有这样的目的，而是因为这些属于你啊在感受这个东西的时候的这个这些所谓的 particulars， 他们产生了一个 play， 那么因为面对这种合目的性产生的 play 让你感到愉悦啊。那么他说，所以他说，虽然他是 towards some end 啊，向着某种目的，却什么 without there， being any actual end， 但实际上并没有目的啊，实际上并没有目的。这个是这句话里面哈、啊，这个所要表达的。那这个当然又是一个什么，一个非常吊诡的，然后非常难以理解的，需要你一直去想哈、啊、的一个概念。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第三个环节啊，这个构成的这个很多啊，就讨论康德美学里面大概是最热门的一个环节啊，就是究竟啊，康德在这里表达的是怎样的一种想法，有没有道理？然后呢，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应用到这个所有的这个面向？因为有很多人就会说，嗯，他觉得这个没有道理，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被感动的是内容，而不是这个目的啊，他会这样说。那么我们刚刚在谈这个的时候，我们提到一点啊，就是说这个音乐哈、啊，可能是这里面啊最合适的，这个最符合这个形式主义要求的一个艺术领域，因为音乐哈、啊、那个音符啊，它不像什么，不像绘画或者雕刻，一个雕刻当然有内容，对，你雕的是谁，对不对？是阿波罗还是 Hermes 啊，还是？比如说罗丹雕的是沉思者、啊、或者是什么，然后呢用它来代表什么东西，对不对？比如说沉思者很适合代表哲学系的学生所要来代表的那个思考的人，对不对？啊但虽然有的人认为它比较适合用来代表一个胃痛的人或者什么样的人啊，诸如此类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有一个内容在啊，这个是造型艺术里面最常见的。只有绘画啊，它因为能够什么彻底的走向抽象。那么彻底的走向抽象，也就是说我并没有要它代表什么，但是呢我会在这样的一种颜色光影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各种不同的这个形状的组合里面，我感受到一种和谐啊，这个是大概抽象的东西哈、啊、这个能够比较符合的一个情况。但是音乐啊，至少在古典的音乐里面啊，它是最这个符合形式主义要求的一个这个艺术领域，虽然我们在整个判断力批判里面从来没有看过康德哈、啊、这个谈过音乐，但是在后来的人对康德的研究里面，他们也都多半认为这个音乐啊是最适合的啊，是适合的。那么在书里面的65页最下面这段，他提到这个 Walter Pater 啊，他是一个形式主义者，他认为一切的艺术最终都应该要走向音乐。换句话说，他说那个还有在代表着什么的啊，那个那种艺术啊，都还是什么，还是未成熟的啊，或者是还是一个比较朴素的。那么最后所有的艺术啊，其实都要像音乐一样。那事实上也就是说，最终的艺术都应该要变成是一种符合形式主义的艺术。那这个当然就是什么，完全的这个福音康德哈、啊、这样的一种观点啊，福音康德这样的一种观点。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他还什么还有内容的那个面向在，那这个艺术就是什么还是不究竟的啊，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在啊。OK。那么既然是用音乐哈、啊，所以呢，在我们书里面哈、啊，他举了一个莫扎特的例子哈、啊，就是莫扎特哈、啊，莫扎特他是古典时期的音乐家，对不对？古典时期的这个三位最有名的音乐家就是所谓的维也纳乐派啊，这个海顿啊，以及海顿的学生莫扎特，以及算是莫扎特的学生的贝多芬啊。但是贝多芬呢，一方面把古典的那些形式带到了一个这个完全彻底的发展完成啊，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开始破坏这些形式，因而他也成为一个从古典到浪漫的分水岭啊，到浪漫的分水岭。所以你就会在贝多芬的音乐里面看到，他已经不那么就是尤其越晚期哈、啊，那个越不讲求形式，然后他开始要表达一些他内心的东西。开始要表达一些他内心的东西，
啊，这个是我们在莫扎这个贝多芬那边看到的，但是莫扎特哈、啊，他很典型的就是他不啊，因为海顿或者莫扎特或者早期的贝多芬，他们都是为贵族写音乐，所以他们不能够什么表达自己啊，我的感情，我的什么不，他们写的这个乐曲是要给贵族听的，对，贵族对你是没有兴趣的，他要听好听的音乐，所以他们的那个想法就是如何能够创作出好听的音乐，这是他们的工作。那么这个好听的音乐呢，事实上要有形式啊，要有各种高音、低音、长音、短音啊，然后这个适当的这个旋律或和声来形成那个好听。这里面事实上是有一些形式性的东西在的啊呀。那么这个一直要到贝多芬，就是贝多芬哈、啊，他其实就开始受不了这些贵族了。所以你看过，因为贝多芬这个脾气很暴躁，对。那么他就曾经就是他在为贵族演奏的时候，然后那个贵族根本就没有在听的，大家一边听，然后就边聊天，对。那这个贝多芬哈、啊、演奏到一半哈、啊，就什么，就突然停下来哈、啊，然后就大吼说哈、啊，这个我不要喂猪哈、啊、演奏音乐啊，就跑掉了，对。就是他是呢，事实上他就不个性就是很是浪漫型的人，是很强烈的，对，并不见得适合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啊。OK， 那么这个莫扎特呢，他也这个为贵族演奏音乐，那有这个贵族哈、啊，其实他们不见得多懂音乐，对，那所以有的贵族哈、啊，就有人跟他讲，他说你的音乐很好啊，就是这个莫扎特的一些译文啊，他说你的音乐很好，就是音符太多了啊。音符太多了，嫌他这个音符太多，对。那莫扎特说：“你想要我拿掉哪些音符？对，那你告诉我，对，我音符太多，好啊。那你告诉我哪一个，我就把它拿掉，好了，对。嗯，贵族讲不出话来。那么，因为这个形式里面很重要的其实是什么？是音符跟音符之间的连结，而不是什么，而不是这个音符或那个音符，对，是他们之间的连结哈，才能够产生这个美感。”所以哈，我们书里面他会讲，他说真的就是一个好的音乐，每一个都是需要的，没有一个东西是多余的，是赘流，对不对？他说 none may be left out， 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把它这个割舍掉的。All are necessary to the sense of flow, build up resolution， 就是有关于一首乐曲啊，它的一个流动，那它的一个这个建立，然后到它的一个结束，这个每一个音符都需要，所以你在听乐曲的开始的时候，它就像是个开始，那么在中间的时候，它像是中间，然后到结束的时候，它有个扣打，对不对？有个尾声，它会有一个终结，所以你一听，你知道这首乐曲结束了。那么这些哈、啊，事实上都什么出现在一首乐曲里面啊？然后这些东西共同的构成了这样的一首乐曲，所以每一部分都是需要的啊，每一部分都是需要的。这个哈、啊，当康德把它摆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目的论的判断啊，就是用来放大自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有时候会说这个一枝草一点露，对，这个世界每在整个生态的环境里面，每一个部分都是需要的啊，每一个部分都需要的。那么正因为你看到它是每一个部分都是需要的，所以它就像是什么，像是仿佛有一个目的。上帝会造出这个物种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也是需要，他在这里面也扮演着某种角色，像是这样一样。或者当我们在看一个有机体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器官都是必要的，他也扮演着某些角色，就像那样一样。一首活的乐曲啊，或者也许一个活的艺术品，它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必要的，都是形塑成这个完整的艺术品的每一个部分啊。那你说，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对不对？你说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时候你就在问内容了，对，这个内容很可能什么，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当你在看一个生命的过程的时候，它仿佛是什么，有某种目的在，就好像你在看一首乐曲的时候，它在那边累积高潮，对，一步一步的，你开始觉得开始产生高潮了，甚至你在拍电影的时候也是这样，对不对？一个故事你要让它形成高潮，让观众心动或什么，然后到达这个高潮，然后这个高潮结束之后啊，让它缓下来，然后也许再一个高潮再起来哈、啊，让它这样高潮迭起，然后到最后啊，有它的一个终结，
那构成了一个什么完整的这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是需要的，对，每一个部分都需要，甚至连低潮也是需要的，对。如果你的人生都是高潮，对，你说我永远都快乐啊，没有悲伤的时候，这种人生也是很奇怪，对。生命里面事实上就是有这些这些东西。那么当你用一种整体性的眼光去看它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有这样的一种和睦的性啊，就会感受到有这样的一种和睦的性。这是从这个莫扎特的这个故事里面啊，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情况。那么我刚刚说音乐哈，其实是一个奇怪的就是在古典的音乐里面啊，那个几乎都是所谓的绝对音乐，除了少数的例外。绝对的音乐啊，它这个字眼啊，这是音乐学里面的字眼，跟它相对立的是所谓的标题音乐。这个标题音乐就是这首乐曲是在表达着什么，所以它会有一个标题，有一个主题，有一个主题等于什么？它有一个内容了。可是这个在浪漫时期它就构成了一个什么？构成了一个音乐家之间的一个这个对立啊，也许你可以这样说啊，就构成了音乐家之间的对立。因为早期的音乐几乎都是绝对音乐，它就是什么，让你听起来觉得很美啊，很和谐，很好听啊，就是音乐就是要这个达到这样的目的啊，就是达到让人感觉和谐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所谓的绝对音乐。那么到了浪漫时期啊，你从我们说从贝多芬那里，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一个转折了。那么贝多芬之后啊的一些音乐家，比如说舒伯特，他根本就是什么，就专门写艺术歌曲。那艺术歌曲啊，他唱的一定有那个内容，那么所以他的那个旋律啊，就是配合着这个内容的，所以仿佛这个旋律也在什么诉说着，这个内容也在诉说着这个内容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哈，或者是我们在很多的这个浪漫乐派的音乐家里面，我们也看到他在写那个曲子的时候，他就在表达着什么，比如说孟德尔颂啊，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大概20岁出头哈，他到英国去玩，然后他在英国玩的时候，他到了英国的一个海边，然后听到那个浪涛，然后这个海鸥哈，然后天宽地阔哈，然后他就很想跟他姐姐讲，对，可是他是一个音乐家，他不是个文学家，对，他就什么做了一首曲子，然后让他姐姐，就是做给他姐姐，然后那里面他就怎么描述他所看到的那个整个海边的风光以及那种感受啊等等。那么这个都是什么，等于就是有标题的音乐啊，等于说是有标题的音乐。可是相对的，在浪漫时期实际上也有一些音乐家还坚守着这个音乐啊作为一种绝对音乐，它并不是要去表达什么。那么这个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音乐家里面，我们说有3B，对，3B 啊，这个3B啊就是这个巴洛克时期的这个巴哈这个古典时期的贝多芬，以及浪漫时期的布拉姆斯啊，布拉姆斯还坚持着这个绝对音乐，所以他算是浪漫时期里面一个跟其他的音乐家，那其他音乐家开始创作的啊，就是走向浪漫，然后走向有内容，他还坚持着这种对绝对音乐的一种这个就是还有这样的一种对绝对音乐的坚持啊，对绝对音乐的坚持。那么我们刚刚在提到这种所谓的古典时期或者做的所谓的这个绝对音乐，它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形式性在，对不对？这个形式性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感觉啊，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感觉。所以在我们的书里面哈，在这个66页的下面啊，就是刚刚我们提到有一个人哈，他这个坚持康德的这个观点的，就是这个 Peter 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音乐的理论家，就这个 Leonard Meyer 啊，他把这个音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他说是一个什么 Music's amazing expectation， 是音乐哈、啊、一直在累积着一种期待，是你听这个乐段，然后再听下一个乐段，你会觉得很顺理成章的，这个乐段就是什么应该要发展到下一个乐段。这个你一定在音乐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好像有一个人突然唱了一句，故意没把它唱完，对不对？你就会忍不住的要把它接下去，因为只有接下去，你会觉得什么才顺，对不对？
不煎下去，你会觉得什么啊？不对啊，对，怎么就这样停止了？你会觉得这个不顺畅，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 music's amazing expectation。他说这个 music's amazing expectation 怎么样 ？Which are successively unresolved and reformulated， 就是他呢一直接续着，然后一直没有解决。什么时候解决呢？就是当乐曲终了的时候，你听到那个乐曲终了的那几个音符，让你觉得 OK 不用接下去了，对不对？所以它呢连续着的，然后它一直没有解决，所以你会觉得那个音应该要是继续进展的啊。Unresolved， 然后呢它会什么 reformulate， 就是不断的在被表达出来，不断的在被重复出来，不断的被这个表述出来。一直到 only to be brought finally to satisfaction， 一直到最后啊，然后才达到一种满足。这个就是音乐的那个形式性的那样的一个面向，那么也是我们在那里面哈很具体的一个感受啊。这个是这个形式主义者哈他们在用音乐来解释的时候哈他们所表达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哈，就是这个贝多芬哈，就是从海顿到莫扎特到贝多芬所发展出来的一个最完整的这个曲式，就是我们称之为叫 sonata。Form 就是奏鸣曲式啊，奏鸣曲式。那么这个奏鸣曲式呢，它就变成有三个环节啊，就是我们所谓的程式部、发展部、再现部啊，英文是 exposition、development 跟 recapitulation。那么这三个部分啊，发展到再现部，然后最后会有一个终结，一个扣打啊，会有一个扣打啊。那么这个终结的部分通常会有一个这个 cadence 就是一个比较花俏的那样的一个部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就是如果我们先不管这个终结的部分，那么程式发展再现啊，这个是一个奏鸣曲式的一个固定的形式，在那里面你会感到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完整性在，这是一个形式。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还没有任何的内容在那里面，只是显示出了一个形式性啊，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程式部、发展部跟再现部，你可以看到再现部所谓的再现是 recapitulation， 其实是什么？是重复，对不对？重复什么呢？重复程式部。所以呢，你会看到事实上是程式部、发展部，然后呢在再现程式，所以其实是程式发展成程式，对不对？其实是这样。那么这个就很像是什么？很像是音乐最早的一种形式啊，就是我们所谓的 ABA 啊这样的一个三段体的形式啊 ，ABA 三段体的形式。这个 ABA 三段体的形式在一些民谣里面啊，一些甚至童谣里面啊都非常的常见。而且呢，这种三段体的形式呢，常常是在 A 的部分，因为 A 的部分是最主要的，对 ？B 呢，其实做的是一个对比啊，一个跟它这个形成一个陪衬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所以呢，有时候他怕你 A 听的还不够啊，那么这个 A 的部分呢，通常会再反复一次。那么在奏鸣曲式里面，通常程式部呢也会什么？就是程式部里面有第一主题、第二主题，然后呢会再什么？再程式一次，在第一主题、在第二主题，然后做一个小节，然后才进入发展部。然后发展部之后再进入再现部，又第一主题、第二主题，但这里就不需要了，因为你已经听得够清楚了，你在程式部已经听两次了。那么所以就会形成这个什么 AABA 啊，就我们说 ABA 三段体，其实它常常是 AABA 这样的一个形式在啊，这样的一个形式在。那么这种 AABA 的形式呢，就变成什么？好像是有四句，对不对？你会发现哈，就即便在中国的诗歌里面，也常常是这样的。中国的诗歌要押韵，对不对？啊，那你发现押韵也不是什么每一句都押韵。比如说一首绝句啊，四句，那么它通常第三句是不押韵的，对不对？你说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对不对？可是呢，下面第三句就变成举头望明月，哎，这是不押韵的。可是如果那时候举头望明月就没了的话，你觉得你刚刚前面那两个押韵都在哪里？对不对？然后所以低头思故乡，觉得
对，这样子结束了哈。OK， 你可以完全不要管什么，不要管我究竟我在念的是那个诗的内容。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让你觉得符合那一致性的啊，那个形式的面向。所以在学写那个唐诗的时候，除了平仄，对不对？那押韵，那个押韵不仅仅每一句都押哈，因为我以前哈，就我以前听的歌跟你们现在听的歌不一样。以前有一个叫极致歌王，叫张帝，对不对？然后他就什么，就是唱歌哈，都会什么。就是自己想说，你马上就可以编出一首歌来啊！可是你发现他唱的每一首那个每一句都押，那事实上我觉得押的太过分了啊！我觉得他并不知道形式并不是这样啊，并不是每一句都押就会好听，这里面要有一些变化在啊。这个 V 的部分啊，其实扮演的就是一个变化的部分。我们在这个上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提到过。那个什么希勒哈，他的所写的那个欢乐颂，对，那个欢乐颂后来就被贝多芬写到的第九号的这个交响曲里面去了哈。你如果听那个欢乐颂，它其实真正来讲就是一个 AABA 的这个三段体的形式啊。这个欢乐颂是咪咪发嗦嗦发咪瑞哆哆瑞咪咪瑞瑞，这个就是 A， 对 A。然后呢，第二句咪咪发嗦嗦发咪瑞哆哆瑞咪瑞哆哆，只有后面的部分不一样啊，就是你看到第一句是咪咪发嗦，对，这个第二句还是咪咪发嗦，对，其实都是一样，对。可是如果他每一句都咪咪发嗦，那就就没什么特别了，对。那么所以哈，他到这个后面他就开始改变了，对。就是第三句，那我们刚刚说咪咪发嗦嗦发咪瑞哆哆瑞咪咪瑞瑞咪咪发嗦嗦发咪瑞哆哆瑞咪瑞哆哆，你听到瑞哆哆，你知道它开始要产生转变，所以后面这个跟第一句稍微不一样的结尾，其实是要让它产生一个转折，因为现在有一个这个新的旋律来了啊，就是新的旋律来了，所以咪咪发嗦嗦发咪瑞哆哆瑞咪瑞哆哆，然后呢，这个是。瑞瑞发瑞瑞咪哆，瑞咪发咪哆，对，就变成是一个不一样的第三句啊，然后最后一句啊，就又开始咪咪发嗦嗦发咪瑞哆哆瑞咪瑞哆哆，对，所以它就是一个 AABA 这样的一个三段体。那这种三段体，我说在很多的民谣童谣里面都是这样啊，你就最简单的嗦咪咪发瑞瑞哆瑞咪发嗦嗦嗦的第一句啊，嗦咪咪发瑞瑞。对，也是第二句哈，可是后面又有一点不一样啊。哆咪嗦嗦咪啊，为什么？因为第三句要开始改变了。瑞瑞瑞瑞瑞咪发咪咪咪咪咪发嗦，可是最后一句嗦咪咪发瑞瑞，对，又回到这个它原来的那个 A 的这个结构来。所以你会在这里看到一个完整的感受在啊，在这样的一个曲式里面，你会看到一个完整的感受在，就是 AABA 啊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我们说很复杂的奏鸣曲式啊，它事实上几乎就是这样的一个表达，一个程式步，然后再程式一次，然后开始产生改变发展步，最后又回到了程式步的东西。如果你把程式步看成 A， 这不就是 A A 然后 B 然后 A 啊，然后最后做一个总结，只是这样而已嘛。所以。虽然我们说这个奏鸣曲式已经是最复杂的形式啊，它那个雏形啊，其实是一个最简单的形式在那边啊，是一个最简单的形式在那边。这个就是这个 sonata form。那而且呢，在那个程式部里面都有一个什么第一主题、第二主题。你会发现，在这个大的 AABA 里面，仿佛也有一个小的 A 跟 B， 就是第一主题跟第二主题，就是一样的。第一主题一定被这个音乐家这个当做一个重点啊。然后到了第二主题只是什么？为了要去对称它啊，为了要去陪伴它来的，所以它通常就会比较短。所以这里面仿佛，如果我们把这个看成大 A 啊，这个大 B， 那么这个第一主题就像一个小 A， 而第二主题是一个这个小 B。因为在这个 cordata 这个小节里面，你会看到它又回到了第一主题的旋律来了。那我讲了这么多就非常的理论，对，所以我就给大家这个听一首乐曲啊，就代表就奏鸣曲式的一个例子。那么这个例子呢，事实上是贝多芬第五号交响曲。这个第五号交响曲呢，我们通常把它叫做命运交响曲，它看起来是有标题的，但是事实上贝多芬在写它的时候，它没有任何要表达的意思，它纯粹就是在
做这个形式。只是呢，有一个乐评家说，哦，这个噔噔噔噔，那他说好像命运来敲门了，对，那所以他就得了这个名称。贝多芬根本就没有想到他是要做这，是一个命运或者什么，完全没有。就是因为我们一般的人啊，你说第几号第几号，对他来讲这个不好理解啊。那你跟他说这个叫做月光啊，然后这个叫命运啊，这个叫合唱啊，这个叫惊愕啊，或者叫什么，反正给他一个名字，就觉得这样子我比较能够记得起来哈、啊。你叫第几号第几号，一下子就忘记了。但事实上哈、啊，贝多芬在这个第五号的交响曲里面，他做的是什么呢？他其实只是在玩一个音符啊，玩一个音符，而且这个音符哈、啊，从头到尾几乎就是主要就是。如果你去看那个乐谱，就是嘣嘣嘣嘣，嘣嘣嘣嘣，然后把它有时候拉长，有时候升高，有时候这个降低、啊、有时候缩短，有时候用各种不同的乐器去演奏它，从头到尾、啊、它只是在用这个东西，但是所以但是你会不会一点都不会觉得它单调啊？一点都不会觉得它单调，因为它就是在用一个非常符合形式的方式在玩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呢，这个一个音乐家他可以什么创作非常多的曲子，就是古典时期的音乐家，他们几乎都可以创作非常多。你看那个交响曲之父海顿，他创作了100多首的交响曲，对，创作了100多首的交响曲。那莫扎特少一点的时候，他也创作了40几首的交响曲。那么到了浪漫乐派时期，包括这个贝多芬在内，都只剩下个位数，写不了那么多，因为再来的曲子并不是什么给你一个固定的形式，然后你只要什么把那个形式给填充上去就好了，已经不再是这样了。这里面有很多属于个人东西要去表达啊，所以这些乐曲就会变得内容就变得越来的越重要，而且呢，音乐家有更多他内在的东西，所谓的主体的东西啊，这个呈现在这个音乐家里面。下面哈，这个在66页的最后一段，他对这个康德的这个美学里面形式主义啊，这个做了一些评论。那这个评论里面，他当然觉得康德的这个形式主义的这个观点，一方面他有所见，对，看到了这个某些让我们觉得好听或者是觉得美的这个一面哈、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在另一方面啊，他似乎什么也是有某种这个不足的地方，就是并不是所有让人感动啊，这个让人感觉那个的都是纯形式，因为事实上很多时候事实上是什么是内容，对不对？是内容让你这个觉得感动啊，所以在这里面啊，我们当然会发现到他事实上是有一些不足的。但是呢，在这里哈、啊，他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在一个形式的一个面向里面，很重要的就是他在这里面所使用的一个这个希腊文的字眼啊，叫 synergy 啊 ，synergy。那么这个 synergy 这个字哈、啊，它也许可以把它翻译成叫共作或合作，因为它事实上是什么？刚刚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形式的面向里面，我们提到就是没有一个音符是多余的，没有一个部分是多余的，他们整个共同的整体。就好像你整个身体啊，你不会说你的身体的哪一个部分是多余的那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它事实上就是一个，他说是一个 mysterious synergy， 对，是一个谜一般的一个共作或者那样的一个合作。那这个 syn 这个字首啊，是我们以前提到过啊，它就是一个together 的意思，哎，那么这个 ergos 啊，这个。Ergos 就是做事情哈，做事情的意思，所以它是什么？就是一起做事情。那么这个就构成什么？一个整体里面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综合的、共同的一起做事情。那么艺术家事实上在做这个形式的时候，就是像一个画家，他要把这些颜色做某种组合，然后让这个组合看起来很好看啊，很这个悦目啊。那么一个音乐家把音符做某种组合。那么让它变成很好听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事实上他们都是一个什么一个不同的组合，这个就是他这里所谓的这个 synergy 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人啊，在看到这样的一种组合的时候，引发了他自己内在啊，他的这个
理解这些东西，不是理解啊，就是感受这些东西的那些感官之间那种能力之间的一种协调，所以他会觉得愉悦啊，他会觉得这个高兴啊，这个他事实上是这样子所产生的啊，这是他在这里面啊所要表达的这个就是康德所讲的东西哈，有道理的地方哈，是表现在这个地方。那么但是呢，在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这个康德这个东西不足以说明全部啊，所以呢，他就这里就提到说，康德的这个形式主义是把形式当作完全是我们的想象力的所有物。这个意思是什么？说事实上事物本身啊，事物本身事实上是没形式的，也就是说，去看到那个形式性，其实是我们做的事情啊，事实上是我们去做的事情。所以呢，它是一个这个主体的所有物，是主体所占有它的一个东西，它有的就是什么内容，赋予它的是形式。这个在康德的第一批判里面，你就可以理解到，对不对？即便在认知的过程里面，外在的东西所给的是什么材料，是我们的概念给了这个东西形式，那形式加材料才形成所谓的这个概念。那么在美的感受里面，外在的事物给我们的还是什么？其实还是材料，还是内容，对不对？那么所以呢，你会感有这样的一个形式和谐感，其实是主体所产生的。那么这个 Harris 真的在这一点上面，他认为这样子太过分了。他说，怎么可能是什么？是这个和谐是在我的脑海里，明明是什么？是这首音乐和谐啊，对不对？所以他认为这个没有客体的成分就太过了。那事实上，他这个批评我们在前面也已经看过，对，就是他认为康德太把重点摆在这个主体了。那 Harris 啊，他认为形式是主体与个体的一个他称之为叫做共作的炼金成品。他说就像炼金术，他不断的用炼金术这个字哈，那主要的就是他觉得这里面事实上是有某种神秘性的，因为炼金那个中世纪的那种炼金术哈，其实是一种神秘主义的观点，就是以为说哈，把那个什么石头什么的拿来这个提炼，它就会一定会产生这个金子或怎么样啊，或者是去取什么材料啊。那么所以这个炼金术这个字眼在这里代表的是一种神秘的变化啊。那么在艺术里面啊，你可以说为产生这样的一种美感，这里面是一种神秘的变化，对不对？那么康德让我们看到的事实上是这个所谓的共作性，是 synergy， 对 synergy。但是他认为这个 synergy 应该是由主体跟客体所共同组成，而不是只是单纯的这个主体的面向。这是他对于康德的第三环节的一个批评。这个批评其实很像他前面就已经批评过的了。OK， 这个大致上就是第三环节的部分，就是有关形式主义的部分。